好，首先我们拿一个女用度过 Perrin 的运动鞋，然后里面塞上我们所准备的卫生纸，以做测试，塞里面一点。然后我们用烧杯装满水，好做测试，看它会不会度完之后有没有防水的效果。好，我们现在拿出所见识的卫生纸，有没有？它还是保持就是干的状况，对。